好少見，就係用炭煮嘅萬煎糕啦。嚟食物到了，米goreng媽媽。咁呢個咧就係米芝蓮推介嘅咖喱麵啦，都幾特別嚇，未見過。呢個就好似經濟粉咁嘅模式啦。咁第一站，我想同大家介紹嘅就係呢個米果令啦。咁佢咧就喺大路嗰邊皮，喺個大樹下度咧擺檔嘅大樹啦，就喺度擺檔。Can. 我要加蝦餅，然之後咧就薯仔。豆腐。如果你哋中意嘅話，可以要求佢加蘇冬嘅，又係有蘇冬，係啦，蘇冬。Since 40 years, my father and now, so this is my third generation now. That's great.So what's so different yours? Mee goreng, mee goreng is guaranteed, not guaranteed lah. Well said, it's a long last recipe. Long last. It's not modified for new generation like that. It's always. Any different recipe compared to others? No. My recipe is different to others because they all changing, modified. So mine still the same. So it will be different for.People, okay, that's great. That's because great. I follow the traditional recipe. 好嚟，食物到了，米goreng媽媽，1986年開始嘅。呢、這個咧就從佢公嗰代咧就傳授俾爸，爸而家傳授俾佢第三代。咁呢度咧，我已經係加咗蘇冬噶啦。咁加蘇冬係加1蚊，原本係6蚊嘅啫。試下先嚇。哇！我最中意食依個一個米果令嘅，呢個麵咧，淨係檳城先揾到啊！其他地方我冇乜見到都有啦。檳城好出名嘅，好有鑊氣，佢有啲蛋咧撈落個麵。再加埋啲醬炒埋一齊咧，好靚，好香。最好食嘅就係呢個，佢哋嘅呢啲印度人嘅，唔好意思啊，唔係印度人，係媽媽嗰啲蝦餅咧，擠落去一齊炒，呢個好食呢個嚟。如果大家中意食酸柑咧，可以擠埋落一齊。如果大家過嚟咧，記得買啲茶過嚟啊！因為呢度冇賣茶。哇，好香啊！點解呢平時我食開嗰啲咧就冇加青辣椒嘅，佢有，為咗咬落去嗰種feeling 好靚。呢、這個配搭唔錯，即係加青辣椒落去真係唔錯個配搭。唔使5分鐘食曬，記得如果你哋過嚟咧，叫佢加素冬，好食。同埋咧，
同埋咩咧？冇嘢啦，應該係咁多嘅，食曬爆出，真係可以。下一集好啦，咁前邊呢度咧就係、是、舊街場啦，就係、是、大山腳嘅舊街場。咁即係話我哋食我食嘢嗰區咧，就係嗰啲新區嚟嘅。咁距離唔係好遠，大概五分鐘車程就到啦。好少見，就係用炭煮嘅萬煎糕啦。皮薄很靚，喺個鏡頭都望到。好嚟試食，呢、這個就係個萬煎糕啦，都幾厚下喎，哦，個皮咧真係好脆，係嘛？因為嗰啲萬煎糕最重要咧就係嗰層面咧就要脆皮嘅，嗯。好傳統，好耐未食過咁傳統嘅嘢，就係落雨啊！哇，我想去翻之前咧，我喺白宮亭嗰地方咧食嘢，因為白宮亭咧實在太多美食，咁嗰陣時咧我冇辦法食得曬啦，咁而家我好想過去睇一睇，我試埋先啊，嗯。飽飽咯，留翻個肚食其他嘢。Let's go。Hello， 觀眾，大家好啊！早晨，早晨。咁而家咧就八點鐘朝早嘅。咁尋日咧，我又諗住咧去白宮城啊，美食中心拍片嘅，揾美食拍片。點知咧就由於三點幾嗰陣時咧，就好多檔都未開。咁而家咧就應該時間啱啱好靚，因為朝早咧好多美食嘅。咁好啦，我而家過緊去。嗱，大家見唔見到前面呢個山啊？大山腳嘅名點嚟咧？就應該係因為呢個城市咧就正正就喺嗰個山腳嘅下邊，所以就叫大山腳。啊，我諗係咁啦嚇。如果有搞錯嘅話，千祈唔好坑我頭啊！好啦，咁啊到了，
好，咁第一檔咧就賣點心嘅。哇！個員工好合作啊，開曬俾我哋睇。OK， 有燒賣啦、蝦餃啦、魚蛋啦，同埋咧呢個應該係排骨嚟嘅，排骨同埋雞腳。點賣啊，龍？會一隻錢。哦，會一隻錢啊。OK， 得。有冇脂肪粉啊？我今日冇。我今日冇。OK， 走，我行下先，落翻嚟。唔該曬你 ，thank you 啊。係。嚟，我哋再去前邊啲搜索一下先。一到我嚟過噶啦，過年之前。哇！排曬隊，好忙。咁呢個賣茶嘅，然之後咧，嗰邊係賣生果嘅。好，我哋喺左邊度睇一睇先。呢個係雲吞麵。檳城的雲吞麵有些不同，我這個比較乾一點。是乾一點，好，再去前一點看看先。這個油炸鬼熱烈推薦的，過二一件，这个呢，这个叫什么？花枝。哦 ，OK， 这个呢就帮 KL 就唔一样，因为净系好似系槟城先有。就算 KL 有嘅话，都系唔一样。啊，油炸鬼新鲜滚热辣，咸煎饼。呢一檔咧就賣蝦麵嘅，檳城就叫福建麵。$7加雞腳就$8，再加排骨嘅話就$10，再加大蝦都係$10，$11。这个是叉桂干，叉桂干对。哦 ，OK。他们这个是单的。哦，没有拆包啊？有拆包，放下放了。啊，要另外放的是吧？哦，放下去了。OK。那这个是他们要放加单的啊。哦，如果顾客要加单的话，你另外炒是吧？啊啊。OK。OK， 来。谢谢你。呢、这個就好似經濟粉咁嘅模式啦。咁呢個咧就係正話剛剛 uncle 炒嘅炒龜甲啦，炒龜，兩個都是一樣的，是吧？這個沒有辣。哦，呢、这個冇辣，呢、这個辣嘅。OK， 嗰個係經濟粉啦。呢度係賣糕點嘅。
奔城的糕点，真的要试一试先。这个一盒多少钱了？这里的3.3，这里的2.2。哦，3.3，嗯，2.2。对。OK。咁佢入边有啲啊，你们冰城叫什么？这个白色？菜龟。哦，菜龟。OK OK。有咖喱饭啦，蛋糕啦，然之后有黄姜饭，我记得有黄姜饭。黄姜饭咖喱，这个多少钱啊？这个8块。哦，8蚊鸡。O K。呢档卖差唔多一样嘅嘢啦。哦。咁呢个卖药材嘅。哎，红枣啊，啱师奶饮啊，助鱼啊，5蚊、10蚊，屋企，哇！呢个药材铺咁啊，但系个药材铺咧系摆出边嘅档摊嘅，有少少特别。呢啲药材系咪好难揾嘅？之前我都入過嚟噶，好似係賣呢個係賣咩咧嚇？這個是什麼嚟的？海鮮雲吞麵。哦，雲吞。雲吞麵啊？哦 ，OK。这里是卖什么？卖什么？这个？啊，蜜奶吧。蜜奶吧，给我一个蜜奶吧，一个。咁我咧就嗌咗一碗咪大伯，然之后咧而家我去试下嗌下试下佢哋嘅点心先。好，嚟点心到了，呢、这个就系佢哋嘅糯米饭啊！看落好似好多汁，好多汁咁啊！燒賣啦，下一個食物就係咪大伯，看落好似啲奶粉咁啊，然之後咧就。有俾啲呢個應該係菜脯嚟嘅，菜脯啦，呢個係豬肉，呢個係豬肉，豬肉碎同埋豬肉片，睇落好清咁。而且咧，佢咧就有俾埋依一罐辣椒啦。咁呢罐辣椒咧就應該係倒落去嘅。是咁食嘅，啊，就是咁噶啦。好，等我试下先啊。咁依一碗咧，嚟讲翻个价钱先，呢个6蚊。然之后咧，就糯米饭同烧卖咧，就总共10蚊啦。嚟开餐食早餐先，呢个就系我早餐嚟噶啦。大家咪覺得好奇怪，點解我會嗌點心？其實檳城點心咧，大家都知道檳城出名美食噶啦，所以我想試下佢哋嘅點心到底得唔得？好，而家我試下個咪大伯先啊！如果大家食過豬肉粉咧，啲湯咧就好似豬肉粉啲湯咁，
咁咧，佢有俾肉碎啦，同埋豬肉片咁解嘅。佢嘅特色咧係呢個瀨粉。對於大山腳嘅人叫咩咧？我就唔知啦。啊，點解要俾碗辣椒咧？咁加落去好似好奇怪咁。嚟試下佢嘅糯米飯先，糯米雞，唔好意思。嗯，我試下有咩唔同先啊。冇乜唔同。普普通通咁，試下佢嘅糯米，呢個係燒賣啦。燒賣還可以，可以。在 KL 一籠燒賣應該是賣緊6.5左右，之後呢糯米飯應該是5.5，但在這裡兩樣東西總數是10元的。好，等我快快吃完，然後呢我們過另外一個地方看看米芝蓮推介的咖喱麵會是怎樣的，聽說是一個美食中心來的。好了，那我們到了，師奶都不知道有沒有露點。這裡有咖喱麵和米芝蓮推薦。來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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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啊，緊叫，叫啦，叫不是緊叫啊，叫啊，在這裡叫。那這個黑瓜水怎麼都可以黃黃的喔。不用緊，謝謝，謝謝。這裡有兩間喔，有炸蛙麵啦。好，我首先去找下咖喱麵先。咖喱麵就在這裡，蝦麵，這裡有雜飯，這個 food court 都挺大下。哦，咁多人會唔會係咖喱麵啊？係啦，呢個係咖喱麵啦，我揾到你啦，竹葉都。这个呢就是它的档名了，大家在 Google 可以搜索到的。再叫啊，拜拜。哇，这个灵魂一定一定要加下去，我最喜欢吃辣椒。这个是不是白咖喱面啊？不是哈，不是哦，哦，古早味的啦。OK。呢度应该系卖沙河粉嘅，炒粿条啊，哦，沙河粉。OK。炒粿格啦，槟城就叫炒粿格。仲係用香蕉葉擠住嘅，唔錯唔錯。
OK。听师奶讲咧，呢度嘅落地炸奶一定要试啊，应该系嗰档，我哋过去睇一睇。哎呀，拜神 ！OK， 哦，这个什么来的？羊肉糕。哦。刚手工做好的，有白鸭龟啊，肉包这样子，有低餐餐的龟哦。哦。然后手工做龟很甜的。龟很咸呐、啊。龟很甜的。很甜哦 ，OK，OK， 好啊，好好。怎么卖啊？一盒七块钱哦。一盒七块钱啊 ？OK。这个是青色什么来的？这是我们的招牌哦，它叫银牙龟哦，它是斑斓糕点黑糖的哦，然后黑糖是我们自己手工做的。哦，那就给我一盒了。OK，Thank、okay, you 啊。呢、这个亦都系必点嘅。好嚟，等我逐样介绍。咁呢个咧就系米芝莲推介嘅咖喱面啦。但我自己冇見到有米芝蓮啦，喺網上咧係有嘅。佢嘅咖喱麵又唔算係白咖喱麵啦，咁有豬紅，有豬紅啦，有蝦啦，仲有豆角添，睇落又好似好古早味咁。有豆腐泡啦，豆腐泡啦，仲有咩咧？唔得，我要加多羹辣椒先。即系话咧，我就过去攞多羹辣椒，因为好食得辣。咁啊，有两羹辣椒啊，捞埋一齐咧，就非常非常之靓嘅，啲颜色。不是靚好多呢。好，下一個食物石頭寶貝啊，落啲讚啦。這個師奶跟我講必點的東西，看起來挺脆的，個皮落啲讚最重要的就是個皮要脆，然後呢它的咖喱汁，這個是它的咖喱汁。好啦，咁呢个咧就系正话我刚刚帮个后生仔买嘅茶果啦 ，homemade 嘅噃，顺便打开俾大家睇下先啦。我入边咧就有俾糖浆。都幾特別嚇，未見過咁嘅噃。攞上嚟俾大家睇下先。好，試食。哇，好正啊喂 ，OK 喎、試下湯先，哇，好夠味喎、初初咧，我仲諗住，因為佢嘅咖喱咧冇咁結，睇落個湯好似會稀咁，但係真係好夠味喎，好公味。佢嘅咖喱好香。加水咗，呢碗面咧6蚊，咖喱面。
咁呢個羅鐵橙奶咧就呢、這個羅鐵橙奶咧就個半。呢度嘅檳城嘅物價咧唔會貴得喺邊。呢杯茶咧就喺百公頃$2，呢度一個八，正。再試另外一樣嘢，好奇怪嘅呢個啊！佢嘅 texture 好似好軟熟咁，好。試下唔點糖漿先，冇味嘅。佢嘅黃糖好香啊！大家幻想一下，呢一嚿嘢咧係冇味，完全冇味噶嚇，但係點落去咧就好似個配搭都好靚，襯落去，佢個會香。好啦，觀眾，接落嚟咧我就會喺檳城拍多啲美食俾大家嘅，因為檳城咧我都算係半個地球仲啦，我都好熟路嚇，多謝。多謝收睇我哋嘅 channel， 記得如果未訂閱嘅話，請訂閱，俾個 like 我哋啦，再見，拜拜。